家户外都可以使用的蓝牙喇叭。二三四，好，谁的骨盆最端正？我的骨盆最端正。五十瓦大功率输出，低音震撼，高音细致，人声饱满，抗震防摔，一体成型，军规硅胶材质，铝合金及金属铁网，全方位保护。IP37 防水等级，直接泡在水里听歌也不是问题。蓝牙5.3级高速晶片，音质稳定，连线更快速。65瓦大功率输出，两颗全音域单体及一颗低音单体，声音更饱满洪亮。左右两侧搭配铝合金振膜，低音饱满，质感超美。蓝牙5.0级高速晶片，音质稳定，连线更快速。IP55 防水防尘，全方位的保护。超大电池容量，最高续航力可达30小时。支援蓝牙、microSD 等播放模式 ，TWS 串联技术，连接两台音响，打造左右双声道。